它就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，是吧？藏族那种全部都是藏族的那种手艺，就是自己刀自己弄，然后那些雕刻都会先用那个，反正就是有个模拟做出来，然后把它那个倒进去，用那个黄铜铸成的，也可以用做青铜、黄铜、红铜都可以做，主要是看你用什么材料都可以，反正都是纯手工做出来的，这个还没有完成的那种。Спасибо.